天气方面，清晨北部还有宜兰最低温大概在摄氏16度左右，白天北台湾的阳光露脸，气温也回升，预测最高温约19到23度。不过一整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感受还是偏凉。中南部有25到28度，白天多云到晴，仅仅只有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小雨。另外，今天高屏地区受到大气扩散不佳影响 ，PM2.5 指标是中到高等级，也提醒敏感族群减少在户外剧烈活动，外出时也要记得戴口罩。